起床吧，起不起？你说，妈妈做的饭你吃够了？妈做饭不够好吃吗？可是，那是啥？就那几种菜。就那几个菜啊？那除早饭除了面条，除了汉堡，你还想吃啥呀？不是，那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像蒸饭呀啥的。哎呀，那蒸饭不就是大米饭包了根油条吗？那有啥好吃的？我带他去吃一碗鱼汤面，然后去上学。风可真凉快儿。确实白面条比荞麦面好吃，是吧？都是面条，你出来吃不还是面条吗？对啊。那跟我做的有啥区别？咱们面条我吃够了。你吃够了？哼，我说你能吃完吗？能吃完？吃不完不帮你吃，好不好？能吃完吗？你能吃完吗？吃不完？不知道。给你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来，不差这一口了，快点！没我吃了也不够，快了也不够。帅帅的，带好你的老妈妈，然后我们出发了。我刚送东东去上学，然后来菜场，我要去榨一点黑芝麻、黑豆。黑米做黑芝麻丸儿。哎呀妈呀，菜是要啥都有啥，但是就不知道你想吃啥，你想做啥，天天为了吃而发愁。就这种啊，你们的菜场应该有吧？黑芝麻多少钱一斤？涨价了，原来都13，现在15一斤。燕麦。亚麻籽啊，亚麻籽长这样，亚麻籽怎么长得像决明子似的？红豆、黑米、黑芝麻、黑豆，我一会儿榨这种粉，打细点。你这个有比例啊？放什么有比例啊？你给有比例啊？哦，还有冰糖。你把那牛吃你养的，这老便宜了。好玩吗？我可能比例没弄好，那个黑豆粉跟黑米的那个粉多了，所以说没团成个球。这么吃起来有点像芝麻糊。不过也行啊。你们有掉头发的问题？我有，就掉头发掉的比较多，然后多吃点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